福报不要想掉啊，福报想掉之后，到临命中没有福报，那是最糟糕的事情了。阿弥陀佛来接了，你都不会去，这个问题很大。所以平常要修福，要惜福，自己的生活要懂得惜福，绝不浪费。希望啊，临命终时享福。临终享什么福呢？是清清楚楚，正念分明，不生病往生啊，这个样才好。自己所做的好，所修的善行，不求眼前的果报，这个很重要。名闻利养都是福报啊，名也是福啊，通通不要。业太多，回向求生净土。尤其是要回向是什么呢？回向的时候，往生的时候没有病苦，这个重要啊。如入禅定，欲知时知，自在往生，这个要紧。其他的福报啊，都没有什么大关系，这个太重要了。我们一生所有的福报都不想，临终想这个福，只希望这个福报能现前。这个福报现前，这个人是决定往生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人在世间最大的福报是什么呢？绝对不是财富，绝对不是长寿。世间人所求的都是假的，都是一场空啊。真正的福报是临终的时候不生病，头脑清醒，知道自己到哪里去，这是真福报啊。古人达到这个境界的很多，现在也有不少啊。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到，我为什么做不到？没有别人，做到的人是真修啊。真修就是这个三句话：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几个人临命终时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谁又能够保证自己临命终时清清楚楚、不迷惑、不颠倒？这一桩事情决定没有侥幸，因此我们就要认真去修福报，所修一切的善根福德，通通回向求生净土，这样才能保住我们临终时候清清楚楚。诸位要知道，人生很短啊，在这个极短的时光当中啊，我们要能够忍受，纵然有福，不能享尽啊，享个三成就够了，其余的呢，布施给一切众生，回向无上菩提，这才是求生净土唯一正确的方法。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一个方向专念，专念阿弥陀佛，断我修善，把这个功德呢，通通回向求生净土。也就是说，我修集的功德福报，我通通不要享受，作为往生的资粮。你临命终时才心不颠倒啊，才没有病苦啊。人走为什么没有病苦？福报大。福报怎么大呢？平常不享福吗？福报留在最后那一刹那来享，一生修集的福报在那个时候享，所以他什么病苦都没有了，大福报现前啊，欲知时知，没有病苦，走的时候自在潇洒，这决定往生了。
人有福报，现在就把福报享掉了。临终时福报剩的一点点，没有办法抗拒病魔，没有办法了抵住业障。念佛人最怕在临命终时业障现前，这种有病苦，业有病苦就危险了。这个事情是很麻烦的事情。临命终时求什么呢？就求个好死啊！我们中国古人讲五福，福报有五种，五福里面有寿、考、终，这是讲死的时候没有病苦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大福报。五福里面最大的福报就是这个。临终的时候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一点痛苦都没有。他即使是不学佛，他绝不堕三恶道，因为他清楚，凡是堕恶道啊，都是迷惑颠倒啊。他要清清楚楚，他怎么会看重畜生道嘛？怎么会爱上恶鬼道嘛？那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明眼人他会有好的选择，所以在人天两道当中，他也是来享福的。假如是个学佛的人，他决定往生，他决定选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你要是判断一个人他是不是确确实实往生了，你看他临命终时清不清，就可以能够判断个八九不离十。临命终时这些痛苦那个不得了啊！自古以来祖师大德们叫我们修福，修福报不要享福，留到什么呢？最后临终那个福报现前，心不颠倒，我就可以选择极乐世界，安安稳稳往生了。现在在这个世间咬紧牙根吃点苦头，算不了什么。生生世世都是这些因素误了自家的大事，这一生觉悟了，应该要回头啊。所以要认真地修福，不要享福啊，要把自己的心量脱开，要把一切重缘放下，万缘自失啊。除非你不一心，一心当然就失掉。往生没有病苦是大福报，福要修，那个福报最要紧的根源是心清净，心清净是第一福啊！我们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全心全力帮助别人，那当然是福，那个福还不够大。在生死当中想走得很自在，一点病苦都没有，这种福报还不行。这个我们很明显看到，有很多在家的大居士护持佛法，出家的这些法师弘法利生，到临终时还有病苦，你才晓得这样的福报还是敌不过业力。真正能够敌过业力就是清净心，清净心中一念不生啊，不但恶念没有，善念也没有，这才能敌过业力，自在往生啊。